昨天晚上，你明明是和这个叫林雅茹的女人在一起。江先生，我们认识以来，我一直很信任你。我把最重要的事情交给你去办，你却在欺骗我。队长，我是为了纯子小姐考虑，所以才没有去新京。 告诉我，你能供出赵世荣，为什么对你的上线林雅茹隐瞒不报？你是不是爱上了这个叫林雅茹的女人？嗯，因为你爱她，所以不想她遭到逮捕，把她约到伊斯曼咖啡厅的目的，就是阻止她参加街头行动。 是，石村派去监视林雅茹的人是你杀的吗？队长，我请求您放过林雅茹，江斌和救了您那条狗，您让我做什么都行。不用紧张，江先生，我知道你所做的这一切不是为了共产党，而是为了爱情。 所以，我不仅不会责怪你，还要表扬你。表扬我？对，江先生，你打死了石村的人，掩护了林雅茹。你不认为你的行为既博得了林雅茹的信任？ 又起到了掩护你自己身份的作用吗？没想到，你是一个真正的男人。为了爱，敢于付出一切。我非常欣赏你的做法。但是你要记住，在我面前，要诚实。是。欧文，野狼虽然脱险了。 但是我们根本就联系不上他，怎么跟上级交代啊？现在不是怎么交代的问题，是需要尽快的和野狼联系上。可是根本就没有办法联系上他。那天晚上，在马迭尔，野狼当时把一个纸条放在沙拉里。 没想到侍者把那盘沙拉送到了梁露子的桌上。小姐，这是您点的蔬菜沙拉，请您慢用。等等，蔡既然已经上错了，就放在这儿吧。你父亲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把纸条吃了进去，所以我根本不知道上面写的什么。 那怎么办？但有一点我敢肯定，野狼一定会在报纸上刊登广告，把街头地点告诉我们。你跟野狼有这种联络方式，为什么还要冒险去马迭尔西餐厅？这是前提。如果没有马迭尔的街头失败，也不可能有下面的联络方式了。为什么这么说？ 这中间有一段故事。一名真正有本事的特工，因为某种意外与接头人失去联络之后，暂时性没有任何约定的条件下再找到接头人，做的这点你行吗？那要看你当时所处的环境来决定你的思维方式和你的行动方式。孙博文，我认为在这里你是中国最好的学员，我建议你应该留下来为我们工作。 这里是挺好的，但是不属于我。我的祖国是中国，那里才需要你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们还有希望联系上野狼？当然。但说实话，我真的不知道野狼会有什么样的暗语，在报纸上刊登广告。我们需要猜。
敌人也在场。要想办法通过林雅茹查出孙博文的下落，绝不能让他落到史村的手里，那对我们就太不利了。队长您放心，我有把握通过林雅茹抓到孙博文。他们接头之前，林雅茹是不是向你打听过宪兵队的消息？问过了，不过我什么都没说。现在他们的接头遭到了重创，你身为宪兵队的情报班长，没有为他们提供情报，他们不会怀疑你吗？怀疑肯定会的。不过，队长您对宪兵队封锁了消息，无意间也帮了我。你现在有什么办法来应付林雅茹呢？林雅茹警惕性很高，不过您放心，我正在想办法。哎，队长，昨天没有抓到苏联特工，下步该怎么做？你现在手里不是有个林雅茹吗？我们可以通过她查出苏联特工的下落。你要继续隐蔽好你的身份，争取在共党的内部谋取更高的职位，不要仅仅满足于做林雅茹的下线。当然了，如果你能查出哈尔滨地下共党组织的负责人是谁，那就最好不过了。队长，共党的纪律非常严，都是单线联系，想接触到更高领导很难，想在党内谋取更高的地位就更难。直到现在，我也就仅仅知道哈尔滨地下党最高领导人的代号叫松花江。你不用着急，我会为你达到目的提供必要的帮助。多谢队长。队长，我们的事儿您没给别人说吧？江先生，你我之间有过承诺，绝不能把这个秘密告诉第三个人。你要相信我，我现在关心的是你到底能不能征服林雅茹。队长，我有把握征服她。那就好。队长，昨天我跟踪林雅茹，发现一个洋铁铺是共党的秘密联络点。队长，石村机关长要见您。江先生，关于洋铁铺的事情我们以后再谈。建筑，史村的那笔钱还藏在松浦洋行呢，我想今天晚上把它取出来。你还要去松浦洋行？不行，你不能去，太危险了。但我必须得去。为什么？山里抗联急需一笔经费过冬，而特委非常重视这事，这笔钱不取出来，恐怕夜长梦多不太安全。现在是孙子抓我，但他想不到我还敢回孙博洋行，这是个机会，我绝对不能错过他。虽然相当危险，但我必须回去。那你有帮手吗？文龙文虎。文龙文虎？对，是我两兄弟，人非常的可靠。例行行动你知道吗？知道。好。是金田部长告诉我的。不像你石村君总是对我守口如瓶啊。金田将军告诉你是他职权范围以内的事，我对你守口如瓶是我职权范围以内的事。既然景田君已经知道例行行动，我们就不必兜圈子了。昨天你的宪兵队的行为影响了猎熊行动计划的实施，你知道有什么样的后果吗？你放跑了苏联特工，击毙了地下党情报组织的接头人员，你让我失去了侦破满洲之狐唯一重要的线索，后果很严重啊。事情已经发生了，而且已经无法挽回。石村君，你认为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？这还是个问题吗？对不起。是我。
他们是不是有一个妹妹叫文文？是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文文是我卫校的同班同学。你的同班同学？那他知道你身份吗？不知道，放心吧。这个文文啊，就是个假小子。没错。知道了。石村君，我认为这个后果应该由你来承担。既然你在马迭尔西餐厅有行动，就应该和我先打个招呼。我们特务机关能够独立完成的行动，你要我打什么招呼呢？既然你这么说，这个后果我们宪兵队是不会承担的。你是在逃避责任呢？你如此为所欲为下去，将会面临更为严重的指控。指控我什么？除了你插手我们特务机关的行动以外，存在松浦洋行的现金被劫，已经证明是孙博文所为。苏联特工在马迭尔西餐厅接头，孙博文又出现在现场，有目击者看到他枪杀了很多我们的人，这都毫无疑问地证明孙博文是地下党。而你的妹妹景田春子给他提供了大量的帮助，这件事情要是追究下来，景田君恐怕难逃责任吧。你的意思我听明白了。石村君，还有什么威胁我的话都说出来，让我听听吧。你真的想听吗？当然。那我就告诉你。行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滨江日报社。滨江日报？史村跟景田一郎他们都在抓你，你去太危险了。再危险也得去，总不能等到野狼来找我吧。那我跟你一起去行吗？不，你留下。那你还会回来吗？小柔，如果有什么紧急情况的话，到关东兵会找我，因为我在那准备晚上行动。你是想去取那笔钱吗？是的，我必须把那笔钱取出来，我不想看到我们的同志光了屁股打鬼子。我知道了，路上小心点。放心吧，我没事。东京参谋本部督办的在一面坡车站的军火列车被炸案，以及王岗机场导航塔的被炸案，都是孙博文所为。而这两项机密情报获取的唯一渠道就是景田春子。无中生有。你要袒护一个反满抗日分子吗？在石村君的眼中，我也是个反满抗日分子吧？据我所知，孙博文救过你的命，而你的妹妹景田春子正在追求他，他可以利用这种关系套取更多的情报。景田君，你的行为已经危害到了帝国的利益，而且你放松了对孙博文的警惕，其中还掺杂着徇私的勾当。我接受你的指控，石村君，还有什么罪名要扣在我头上，请说下去。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抓捕孙博文，而不是在这里指控你，希望你能明白。是，机关长放心，我们这里去。娘子，机关长让我们去滨江日报审查马迭尔事件的稿件。审查稿件？他们为什么不送来？宪兵队的稿件从来不让我们审查，昨天他们又出尽了风头，机关长是担心他们说一些不利于我们的言辞。已经对我们不利了，
这么做这是多此一举。别抱怨了，宪兵队的权力比我们大，我们没有办法比。你去准备一下，我马上下去。昨天晚上发生那么大的事情，也不事先告诉我实情，你不相信我？上面就是这么定的，要对你保密。那现在不用保密了？你不用发牢骚，你不懂什么叫组织纪律吗？组织纪律我当然知道了，你有必要对我保密吗？现在老赵牺牲了，以后谁领导咱们？江斌，昨天我虽然没有告诉你实情，但你为什么没有把景田一郎在马迭尔西餐厅有埋伏的情报搞到手？你这么说可是在冤枉我。景田为了防备史村，连宪兵队的人都封锁了消息。你也看到了，昨天晚上参加行动的人，没有一个人是宪兵队的。郎九亭呢？他是你拜把子的兄弟，昨天晚上是他带队执行任务，难道他对你也会封锁消息吗？在中国人当中，只有郎九亭一个人事先知道了内情，但他守口如瓶。林雅茹，组织事先没有打招呼，也没有告诉我事情的严重性，谨慎起见，我是不是有权利决定自己的行动方式？昨天晚上跟踪我的人是谁？史村的人。景田一郎在马迭尔西餐厅有埋伏，显然是事先就有了情报，这又是怎么回事？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？景田连宪兵队都封锁了消息，我怎么知道他从哪得到消息？林雅茹，我们遭到重创，责任在我吗？你凭什么这么怀疑我？照这样下去，我工作怎么办？你跟我急什么呀？我说责任在你了吗？什么态度？对不起，我态度不好。有什么要问的，你问吧。老赵同志的遗体还在市里医院，组织上希望把他的遗体给抢出来。市里医院的戒备严吗？我听说挺严的，但严到什么程度，具体情况也不清楚。如果有需要，你去打听打听。你去打听吧。晚上11点行动，任务交给了哈东游击队，我等你的消息。雅茹，现在的对敌斗争非常残酷，多注意保护自己，注意身体。你看你，每年都重吗？你能不能不说这个？对不起，我心情不太好。我希望你能够理解。我当然理解了。出于纪律要求，你对我隐瞒孙博文的身份，但我看得出来你们俩的关系不一般。我先走了，改天再说吧。吉馆长，我已经查明了那个女人的身份，她叫林雅茹，是市里医院的医生。今天早上她跟宪兵队的江先生又见面了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你派去跟踪林雅茹的人不明不白的死了，是和这个姓江的有关系？是的，昨天晚上他们在一起喝咖啡，今天早上又见面了。
不合情理。他们是恋人吗？据我观察，不是这层关系，很蹊跷。你要能肯定就更好了。乔本君，你要继续秘密监视林雅茹，摸清她和江斌之间接触的规律，搞清楚她在孙博文和景田纯子之间扮演的角色，要给黄才提供最大的帮助。通过他，我们能找到那兄弟俩。旺财我已经交代了，他很卖力气。你变得聪明了。哎，秦剑，你好。我想登一个寻物启事。你想登几天啊？一周时间。我看三天足够了。三天要是找不到您的爱犬，他极有可能被炖在锅里，成了别人的美味了。那什么时间能够见报呢？梁子小姐，审查这份稿件，你也比较有经验，我就不上去了。想睡一会儿。男人白天较多，都是夜里拈花惹草累的。不过高科长的作风一向严谨，是个例外。行了，我上去还不行吗？否则又该有人说。不许回头。你说重要的事儿到底有多重要啊？老弟呀，我可让孙博文这个识数的给害惨了。孙博文他怎么害惨你了？兄弟，你知道啊，这两年我拿他当个宝，他倒好，整个一共产党，这不是在我后院放火吗？大哥，谁最拥美人，恐怕都舍不得放手。这个怨不得你，坏事就坏事在这儿啊，兄弟，大哥这个人你知道，平时大大咧咧的，这个识数的就钻了这个空子。这几年，从我嘴里套出老鼻子东西了，就连昨天晚上的行动，
都让这个孙博文知道了个底儿朝天。这个事儿要是让景天队长知道了，非把我扔到狗圈里不可。大哥，你为了巴结景田队长，这个孙博文呢，就算有个饭局你都拉不下。现在你总该明白他为什么要交你这个朋友了吧？算我倒霉。哼，别让我抓着，我要抓着他非活扒了他皮不可。想抓住孙博文可没那么容易啊。哼，那可谁抓，我想抓谁呀、啊，谁就跑不了。兄弟，你可不能看着大哥往井底下出溜不救啊。兄弟，景田队长是不是对我有点疑心呢？据我所知，景田队长现在跟你一样都在后悔交了孙博文这个朋友，他怎么会疑神疑鬼呢？大哥，你没必要那么担心。这则寻物启事破译出来了吗？我们正在破译。桥本君是这方面的专家，有没有去找过他呀？季馆长，桥本少佐这几天行踪飘忽不定，他现在不在办公室。你到底要说什么？季馆长，野狼昨天侥幸逃脱，今天就去滨江日报发了一条寻物启事的接头暗语。我们是不是要就着这条接头暗语开展调查呢？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吗？地下党和苏联特工既然有联络方式，为什么昨天晚上还要冒死接头呢？行，小月楼马上就要开张了啊，到时候去捧捧场，给哥哥撞撞脸。这种事儿还用大哥你嘱咐吗？等你开业了，我是玩一个废一个，你就等着关门毕业吧。这个门呐，肯定是关不上了。小妹不喜欢，老妹喜欢。大哥，现在头等大事。婉君，我不需要钱。我只希望你们把我鹿儿岛的家人从宪兵堆放出来。只要你继续为我们提供情报，你的愿望很快就能实现。只要你们不放掉我的家人，我不会再给你们提供情报了。乔本君，咱们之间不存在讨价还价。你的家人反对圣战，难道你就想不明白他们随时都有可能会被枪毙吗？转告景天大佐，多多关照我的家人。至于你们需要的情报，我会尽力而为。你终于想通了。不过，石村现在正在调查到底是谁泄露了苏联特工的情报，你要多加小心啊。
我会相信。乔文君，你今天带来了什么情报？北市场有个高僧，你们去找过他没有？找了，但那个高僧也破译不出来。 看来我们只有去从新京请那个密码专家来了。这是我们唯一的办法。文龙，怎么就你啊？王虎呢？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。找到他，今天晚上有行动，我们得把松浦洋行那笔钱取出来。什么时候？晚上10点。在哪儿集合？ 关东比武，啊，你去银行看一下，看看有没有埋伏。好，走。我让你去安抚好柳什科夫，你认为这是耻辱吗？我入学的第一天上的第一课，就是女人从事间谍的特殊作用。现在让我陪伴柳什科夫，我认为我只是在为大和民族出力，为圣战出力。嗯。 你年轻、漂亮，又是哈尔滨学院的毕业生，好好干下去，别忘了你父亲生前对你的期望。季馆长，按照你的吩咐，我又试探了高科长，可是他很敏感。他是很敏感，他说什么？他认为他背后总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他。这就对了。 我就是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要有一种背后有一双眼睛盯着他的感觉，就像昨天我当面验他的枪来，试探他的反应是否正常。高科长正常吗？正常，太正常了。另外。 我们组建的敢死队，我希望由高科长来带队。季馆长，高科长带队合适吗？猎熊行动尽管非常重要，但是不能有一个日本人参加。如果在苏联境内有一个日本人被逮捕，那结果就非常严重。如果高科长不是满洲之狐的话，那是最合适的人选。亚柔。 特委已经决定由梁万堂同志担任情报站新的领导，今天晚上他要听取你们的汇报。听什么汇报？关于接头失败的汇报。松花江不准备见孙博文了吗？松花江当然想见孙博文，他对下一步工作有指示。孙博文干什么去了？他去找野狼了。找野狼？ 怎么着？他可真能异想天开。刘东同志，他怎么异想天开了？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我不是为他着想吗？敌人正满大街抓他，万一孙博文出事了怎么办？怕出事就不能去找了吗？只有他认识野狼，他不去谁去？他什么时候能回来？组织上有一笔钱藏在了松浦洋行，他想办法把它取出来。 办不完这件事情，他不会回来的。林亚如，梁万堂同志今晚要找他谈话，你马上把他给我找回来。太君，太君，你看见了吗？那个呀，就是文龙和文虎的家。 上，快跟上！情况怎么样？松浦洋行有头目吗？有。是史村的人还是锦田一郎的人？我也分不清楚谁是谁，反正后门都是便衣。 今天晚上10点，你们两个人呢，在祈祷街开枪把敌人引开，其他事情我来做。
你一个人能行吗？能行，你的任务就是把人给我引开。好。哦，还有，你通知一下文虎和文文，从今天开始呢，你们搬到这儿来住。我老觉得你们原来住的地方不安全。好。科长，没有人。太君，我刚才明明看见他们在这儿呢。埋伏起来，全程监控。快！还是太君您呐，脑袋瓜好使。咱们就在这守着，等他们一露头，准能抓个正着。哎呦，太君，我这想尿尿，我能去尿尿尿吗？停车！我告诉你，我们俩都认识的一个人，我找不到他了，你赶紧想办法截住他，然后让他马上回家，听见没有？还有，我们今天晚上去医院看病的事情也取消了。我明白，你放心吧。江斌接到林雅茹的电话后，喜出望外。他认为除掉孙博文的机会终于来了，但他不能自己亲自动手，他决定借刀杀人。哎呀，没想到，老弟，你在哪打听到这个消息啊？孙博文这个吃素的，还敢回到松浦洋行？消息来源我可不能告诉你。不过。如果这件事搞砸了，恐怕你的厅长的位置也该挪挪窝了。老弟，你尽管放心，我要是抓不着孙博文呢，不用你逼，我自己找个地方。得了。站住！
起来。哎呀，兄弟，没想到吧？啊，咱们又见面了啊！我也没想到啊，我们俩会在这个地方见面。哎呀，没办法，我是奉命执行任务啊。记住了，进去以后千万不能胡说八道。哼，我能说什么呀？也只能说说我们俩的交情了。那我马上打死你，理由很简单，拒捕。你敢吗？你就不怕金田一郎？在层层迷雾中是花飞花，你眼中闪烁的是爱是怕，风捎来一句话是真是假，说不清点不明是心里的话。爱情的世界里有什么真假，原谅我竟这样的深爱着他，千瞬息万变。